相信你。为什么？不要再下去了。
塞一下，好不好？明明就很陡，好不好？啊，根本就闭眼了。真的是啊。对啊，你看我现在会踩。对，不要风，不要风就不要跟他讲了哈，好不好？真的。你闭眼滑梯。对，慢下来，不急的，再走这样。
热情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、啊？哦，有种热情叫接近接近吗？叫快跑！还好吃，阿爸他一个人在这无聊。这种人的个性就是适合当这种东西，真的。对啊。我们介绍一下全世界唯一的，这边是菲律宾板块，这边是欧亚板块，我们横大两霸板块中间。全世界唯一的哦。过瘾的，啊！